今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出比地摊好吃10倍的烤冷面。碗中放蒜末、糖、醋、蒜蓉辣酱、番茄酱、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下香肠烤它，下入冷面，烤1分钟，打个鸡蛋，当然土豪可以打3个，再给它翻个身，刷调好的酱，放烤好的香肠，撒上洋葱香菜，像烙饼卷大葱一样给它卷结实，再刷一层酱，撒点芝麻，来点葱花，把它分为5段出锅。你们说这份烤冷面是不是能卖到40呢？